呢一间位于何文田嘅小店，豆腐花又香又滑，卖到街知巷闻。但系原来呢度卖嘅粽水准一样咁高，呢度嘅粽系传统潮州风味，糯米混合咗红豆同花生，馅料有漏网嘅咸蛋，又滑又香嘅冬菇，仲有好有咬口嘅猪肉添，口感又好又好味。全部都是由祖籍普宁的老板娘陈太每日亲手包制的。她说包粽的手艺是至少在妈妈身边学，没有秘技。这些东西靓不靓就你自己要落的了，是不是？你要落靓东西你就靓，落不靓就不靓。用料她非常讲究，花生要买新鲜的猪豆花生，亲自去皮烚熟，从来都不用理科的，就连咸蛋她都一丝不苟。我全部攞好咗，开咗洗咗先打，所以咁样咧就会靓靓好多。人哋一瓶一瓶嗰啲啊，你都唔知嗰啲咩蛋，你究竟个蛋黄系真啊假，你都唔知道。所以嗰啲你唔好攞嚟做啊。不过有老板有讲咗，你咁样叫一箱咧平好多喎，咁样话。我话平我唔要，我就咁叫要啲客，即系啲客食真系好食，知道我啲嘢新鲜，格卫生。今年为了他的捧场客，他特别在端午节之前以自己最喜欢的紫米来到做粽，口感特别烟韧，喜欢吃潮州粽的一定不可以错过了。